对呀，凯，你找了。措手不及，荼及你们。晚安，晚安。This is going to be such an exciting day. I hope you enjoy it. I think you will. 下班了，去逛下班。六点已经坐等我开播了。我今天开一小啦，我提早开了，然后我开一小。
因为我觉得今天看起来好臭。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啊？OK， 肉肉的券已经转线上，美玲的还在考虑。哦，对，肉肉跟美玲，探姐啊，今天探姐在睡觉。探姐还好，探姐很棒啊，探姐感觉又生龙活虎了，没错，没错。她拆完头套，然后晚上要开始蹦蹦跳跳。嗨，谢剑骨。探姐是工程停止后马上开睡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很受施工影响。探姐还有穿那个衣服吗？没有啊，她都拆掉了。我昨天有发现动态，谢谢月月 live， 谢静，真是一只淡定的猫，没错，你好吗？有可能会把美玲的券转给我，下次再握它了。美玲超可惜的，美玲跟肉肉都很可惜。今天头毛好整齐，不像平常的我，是吗？看起来是胖胖的，对啊，她真的变大只了。他真的有变大只。
7公斤是不是有点太大只？看起来没有很胖，但是他有，就是比之前变大只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有3.5公斤吧。大只黑哦，对啊。等比放大，我昨天去诊所没有量，我没有量，但是他绝对有变大只，练臂力了，真的。压在我身上也是不小的负担。对啊，3.5哎，下次七七看到七七他们看到碳吉一定去，说哇，碳吉变好大只，就跟我看到 Tiger 一样，好好做重训，吓死！看昨天限动，感觉脸变圆，脸有比较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脸没有很明显，身体比较明显。变长也变肉一点，变这样才可以保护我们。它是能多重？之前不是说我在控制？对啊，在其实，在结扎前我都有控制啊，就是。虽然他每天要吃多少嘛，然后干食加湿食，但是因为他戴头套，他吃饭实在是不太不方便了，因为那个头套会一直用到饲料，所以不适合喂他湿食，因为他头套会沾的到处都是，所以他戴头套的这一个月啊，他一直都是吃饲料的，所以热量就超高，然后他又结扎，代谢变很慢，所以他就变胖了。但他摘头套之后，从今天开始他就已经在我的严格控制之下了。易小美，对，我今天播易小到7点，控制了碳姐的饮食，就没有控制自己的饮食了吗？怎么说？就像成长进化，我真的不想要，我不想要把他养得太胖，就是长一点肉蛋好。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就是最棒的样子了，不要再胖了，我不行。啊，经费可以挪到自己身上，笑死！名模炭。不要把我藏食物的套具拿走，他拿掉很开心的，开心的，回到家就开始暴舔一波毛。该给的点心还是要给，有啊，当然有给啊。嗨，新一。没顺毛顺的这么畅快了，看他一直在舔，终于能洗脸了啊！叹气，而且其实在他只戴头套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会帮他梳毛。我会帮他，就是因为他没办法舔到自己，所以我可以就是还
至少我可以帮他梳毛，但他穿上衣服之后，我也没办法帮他了，顶多就梳他的脚而已。伤口是好的啊，好了才摘掉的啊，已经好了啊。还是自己的毛味的好，正宗的毛味。他现在会自己买吗？会啊，后来他会了，他已经恢复一些正常了，不闹脾气了。不用自己舌头舔，感觉就是不对劲，没有那个感觉。看我的眼神恢复了吗？恢复了，恢复了。有活力的时候，他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贱贱的眼神，因为他就是不给摸。然后他想睡觉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可爱的眼神。一切都是以前的探吉了，只是有点胖，非常棒，非常的完美。看了探吉要开始跟楼上一起施工了，楼下阿妈又要抗议。只是有点胖，有点点肉啊，有一这么一点点肉啊。楼下做阿嬤，应该不会比结扎前爱乱叫。现在是你说发情吗？还是他平常？我觉得爱讲话的话，他还是蛮爱讲话的。好像有比较少，但还是蛮吵的。嗨，瑞瑞。阿嬤应该比第一个房子的房东亲切吧？我不知道。我又没有跟他见过面，至少现在很对，至少他现在很安静，他现在在睡觉。对对对，他在睡觉。嗨 ，Luke， 趁这样不烫了，对，没时间烫。你刚买了一个巧克力面包，结果马上不小心把它压烂，还是可以吃吧，只是可能长得不太好看啊。长得一副平常有在烫，没有啊，根本没在烫衣服。你在等他，你等他在睡觉，他现在不会起来，除非我一直吵他，可能他还是懒得理我。嗨，大健。
的五月生血吗？可是我看起来超不符合主题的耶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我看起来很不符合主题吗？而且我自己拍的照片我也没有，就是我好难找到我想发的。这次终于不得不戴大蝴蝶结了。我想说我可以戴大蝴蝶结啊，然后结果就是姐姐说还是戴皇冠，然后我就结果我就戴皇冠了。但是来选美，对，哎，我超像选美小姐的，超级像选美，根本就不是小偶像。哎，我没有加开，对不对？我是早开，但我没有加开。什么不会怪吗？行，很多都不符主题，笑死。选美就是我看起来很像在选美啊，很不像小偶像，很难呢，我不太长得不像。我的什么？这是什么？2022蜂窝小姐，还有谁要选？在车上宣导政见的日本政治人物有像吗？谢黑杰克，露肩的部分，谢谢不要图，谢功力。哦，我背的那一条。你说2022蜂窝小姐哦，谢黑杰克。言谈，谢谢黑杰克哦。看到照片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，看文字才知道是昭和偶像。你给了一个新的主题耶。瞬间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是选美皇后，但我穿那样，但我戴皇冠真的像在选美。爱着我。暂停不到我的那个，对，我暂停不到，算了。看错以为是，哎，有我吧？只是我暂停不到，还是我真的看错了？应该有我啦。
笑了，这两个闹哎。太好看了，可爱。看到四条就想笑，我有吗？这样可爱。四条太厉害了，以后就看不到西雅了。这个前后句是什么意思？没有要买西雅多重宇宙立牌，现在什么都要讲多重宇宙，是不是？跳舞超可爱的西雅，西元跳舞也超可爱，西元西雅都一样，跳舞都超可爱。今天还有施工吗？有啊，只是他们好像五六点就结束了。开始想看炭鹅，炭鹅在睡觉，炭吉在睡觉，炭吉。炭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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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不理我，完全不理我。炭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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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炭吉，零炭吉。探吉，他这完全不理我。哎呀，宝贝，OK， 睡回去了。看一眼，然后睡回去。当然跟草人睡觉，讨厌老妈。我哪是讨厌老妈？哪里长痘痘？有点吵，没关系，我知道很吵。叫全名他会吓到，为什么？叫宝贝他也不理我，他已经给我一个尊重了，没错。直接报警吵他，笑死！他真是可爱。可爱的猫咪，探吉有事吗？当初被叫全名逼迫买圣诞 T 一样的惊恐，啥时候？他在梦醒回苗条自己，他其实现在还算苗条啦，只是微比以前肉而已，但现在也是苗条的啊。是的，一样依旧的可爱，如此的可爱迷人。微大只，微变肉，微变肉，但还是非常的可爱。女王风那一件哦，看吉已经有加入施工团队吗？他早上还好，他晚上才会加入。嗨特，泪苗条是啊，泪苗条。五维变肉可以，可以啊，因为他我觉得他其实以前也蛮瘦的，偏瘦。现在肉一点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刚刚好。
轮班，对，他们是轮班制的，没错。晚上才加入更可怕，蛮可怕的。可是他晚上都不睡觉，没有不睡觉啦，就是他的作息就是早上睡一睡起来玩，然后再睡一睡起来玩，然后再睡一睡起来玩，所以他晚上差不多三点的时候会起来。你们看我一样太瘦，然后我你们上次看 reset 的我有比较露了吧？这么小就捅上大板，那么小的就在破坏自己身体。探吉算小猫吗？算啊，他还没一岁哦。不过好像其实跟我的作息也差不多，我的作息比他好多了，好吧？现在好一点，之前他现在好一点，对吧？探吉会玩逗猫棒吗？会啊，生会的时候就露了，您真仔细。现在玩会有反应吗？因为我身边没有哎、欸，我有点懒得走。有啦有啦，瑞瑞。听说他珍惜小猫，还爱玩的时候，长大好像就会不太理人。对啊，他们就厌世了。瞎子放他鼻子前面，什么瞎子？现在就不理了，他现在没有不理人啊，他现在其实还是会玩啊，其实他现在睡觉。探吉已经感受到世间的喜悦，他怎么会感受？他怎么会感受到？我才没有让他感受到世间的邪恶。只有不理人，没有不理人，只有不理我，就要死啦！与其长大才不理人，不如从一开始就不理人。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你说不要让我有开心过的意思吗？看到绷带都会瑟瑟发抖。现在近期是不会再看到这种东西了啊。探吉社会化的真快。但现在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猫，还是跟以前的探吉一样。我房间很冷，穿长袖还没……其实没有，是我开冷气，是我开冷气了。冷气盖厚棉被超爽。今天不是蛮凉的吗？蛮凉的、啊。我现在开冷气，我关掉，关掉就是了。各位大人，我关掉。嘿，家里其实有时候晚上也蛮热的啊。没有了，我就是说。我关掉了。
外面下雨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开窗户，开窗户哈。什么叶佩文的触及率？叶佩文的触及率？还行啊，哦，触及是比较少的，没有关系。而且这个月升写莫名像选美小姐，对，没错，宇特，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这件事，我完全不像小偶像，完全就是像在选美。开给炭火的，原来，东门夏凉高级套房。站的，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戴口罩因素 ？Maybe， 以后拍摄时要戴口罩。没有冷气，探吉就起来了，还在睡啊。但他每次听到我按冷气的声音，他都会看得起。阿杰肯定是冠军的吧，肯定的吧吧吧吧吧吧吧。姐姐从一开始就放弃让我成为蝴蝶结小偶像的，我不知道，怎么会是给我皇冠嘞？阿姐怎么想选白痴的？白痴知道他还蛮好看的啊。我觉得他单看他还蛮好看，可是其实在我身上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但在别人身上又很好看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废话，这样讲那是问题啊，反正就是我的问题啦。我觉得他在我身上的样子不像我单看他想象出来的那么美好的画面。多按几次，啥意思？那你这电费账单就要爆表了，少吹一点冷气。嗨，田中，嗨，米中。觉得不错嘛，现实和想象和现实差距真的巧妙的形容。你最近比较多站的稳也是戴口罩。对呀呢，现在的人都喜欢大家戴口罩，都大家都喜欢自行想象。冷气开机时非常迟点，我知道啊。我不管穿哪件都会把人家穿成选美皇后，其实也是还好啦，就单纯这件，我觉得这件正是因为那个皇冠的关系，皇冠跟真的太像选美了，皇冠加衣服吧，皇冠配上这件衣服就很像在选美。谢谢图，嗨，中英晚安。这不用太担心的，还是稍担心的。那权杖很好，很闹哎、欸，权杖超闹，超不打我的。谢谢钟莹。
拳战士美少女战士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我穿知道我戴蝴蝶结可能会比较适合那个权杖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样整个搭下来就是稍稍怪。今天不吃晚餐吗？等一下吃。他已经醒了，他在舔毛。谢谢阿可爱，我还是会发照片的，那个深写真的照片。是的，还是会发深写真的照片的。嗯。谢阿凯，昭和风好像本来就是有点像是选美风，可是人家是昭和偶像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，你去吃晚餐晚点看有没有觉得 ？Hello， 好不好不，星期一，拜拜，好好吃饭。你都下单了，我才要发，我还会发啊，我。还会发嘛？奇怪欸，最适合的哦，谢渊 life。欸，我觉得刘雨晴她修的那个超市，欸，你不觉得这完全就是那她就是长得一副那个年代的人吗？你不觉得吗？觉得吗？天哪，超级适合欸。他就是长这样，他就是真的很猛欸。他神错时间了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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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太厉害了！今天晚餐姐姐帮我买自助餐，直接请我吃了绿色全餐、花椰菜、菠菜、水煮肉片，看我可怜多加了一个卤蛋给我，是否要感动？飞机上的杂志，这个美编能力啊，完美完美，配上这个美丽的容颜，完美完美。好，来看看啊，好，来看看啊，还有谁啊？嗯，被偶像耽误了美编，真的。其实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昭和像，谢点钟，谢瑞瑞。要说最适合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陈思雅啦，是不是？谁会比她适合？下烂啊！哎，这是人家选的主题耶。适合适合，可爱可爱。平成生的特务延后出货，哦，15年排名哦。康姐，什么时候才要潜入你家？等我，
想潜入你家的时候。谢钟莹，谢樱桃猫，展拉保罗，谢玉人，谢君莹，炭吉，你醒了，宝贝吉，炭吉宝贝，炭吉，安吉，安吉。炭吉，炭吉，你好可爱哦！规工诶，规工诶，拿到头套后有开始调皮，有啊有啊，变回以前的炭吉了。睡觉觉，起来叫，炭吉，你要不要来打个招呼？你要不要露一下脸一下就好，五秒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啊，我们家炭吉，我打哈欠是吧？炭吉宝贝，炭吉，炭吉，炭吉。好了，不要玩我头发。哎呦，那么可爱哟！伤口完全好了的，哎呀，可爱哟！哎，他怎么拖出一坨一堆毛啊？你去旁边舔毛啦？怎么那么可爱？都在我身上。好了好了，炭吉下班了，要染头发对吧？你看他变成以前的炭吉了，他昨天没有量体重，满足了满足了。阿三，你有脖子吗？阿三没有脖子，阿三是一颗头。阿念排名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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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猫砂会买啦，好，王念排名了，今天的第十名是阿兰，谢谢阿兰。第九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八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七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五名是庄莹，谢谢庄莹。第四名是俊，谢谢俊。
第三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二名是田中豆粒丸，谢谢田中。第一名是 Cody。汉吉真的长得有够可爱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， 谢 Cody。嗯哇，是哭的，哭的，哭的。哎，我突击！谢谢今天大家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拜拜。奶奶奶奶。奶奶静，奶奶阿北，奶奶庄莹，奶奶瑞，奶奶玉人，奶奶约 life， 奶奶一凡，奶奶田中，奶奶静，奶奶日红，奶奶约 life， 奶奶顾早薇，奶奶 Cody， 奶奶阿辣，奶奶静，奶奶柠檬，奶奶志祥。奶奶保罗，奶奶阿凯，奶奶 Echo， 奶奶大姐，奶奶瑞瑞，奶奶樱桃猫，哎呦，奶奶伟哥，奶奶幻影战士，奶奶玉人，大家拜拜。